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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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全係好似兩個人一樣嘅。咁有好多人對於聖靈充滿有不同嘅解釋啊。有一次好奇怪嘅解釋，有一次我同一個人即係個聚會啊，咁有個媽咪就同我講，佢話咧，我想你同我女祈禱。嗰個聚會唔係我負責嘅，不過佢 send 咗我，咁佢同我講啊，唔該你同我女祈禱，讓佢經歷聖靈充滿。咁我話好啊，我同佢傾下偈啦。咁我問個女喎，我話你覺得聖靈充滿係乜嘢啊？佢話聖靈充滿咪跌低咯咁。我話聖靈充滿咪跌低啊，即係有啲人祈禱會跌低。我話聖靈充滿唔係跌低，聖靈充滿係同神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。咁啊，即係真係咧，可以隨時經歷到神嘅從神得嚟。咁我解俾你聽嘅時候咧，我行嘅距離大約好似呢個教堂行到嗰度，再遠一半到啦。然後我發覺一樣好奇妙發生喎，佢行完嗰度咧，我發覺佢喺度喊緊喎，即係神嘅靈就感動佢。其實聖靈充滿咧就係即係同神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，隨時咧俾聖靈感動同埋加力。我自己本身咧就係1970年信主啊，咁可能有啲人呢度都未出世都未定啊入邊，咁咧就83年開始做牧師，咁咧就做牧師15年之後，喺香港就有一個報道家，咁咧佢咧就係喺南美嚟嘅，佢就為啲人按手祈禱，咁我當我接受嘅時候，一按我真係從來冇諗過係會咁樣發生嘅。即時好像電流咁入嚟喎，噌一聲好強烈嘅。即時咧亦都好強烈感受到神嘅愛，同時感受到幾樣嘢喎，好平安輕鬆，又聞得到香味喎，成個人咧好真係好特別，好似去咗天堂咁樣嘅。咁我就話：哇，原來可以咁樣經歷神嘅，即係我從來唔知道啊！咁而嗰次嘅經歷咧，就俾我好大震撼。第一就話我好想保持呢種同神嘅關係。好想時時都咁樣經歷到。第二個意念俾我就係話，如果呢個報道家可以做，我都可以啊，我都可以俾神去使用，咁樣能夠祝福人。咁我喺嗰個經歷嘅時候咧，即係過幾日，咁其實我一經歷咁，我就即刻講俾我當時嘅教友聽，我哋嘅教堂聽。咁啊有一班人跟我去，咁咧但係有一個人咧，佢又去到咧，佢原來佢屋企擺好多偶像啊。很多偶像咧，佢就成日拜偶像的時候咧，佢就成日都有邪靈搞擾。佢就話：我一入聚會就覺得有邪靈，一出翻去又冇嘢喎，一入去有嘢，一出嚟又冇嘢。但係咧，我話咁，佢又想我同佢祈禱去釋放趕邪靈。我話咁點解你當時唔出去啊？佢話我驚啊，唔敢啊，所以就即係叫我去幫佢，因為我話我從來未做過噶嘛。但係嗰次做，我發現一樣好特別。咁我由嗰日經歷開始咧，我就真係用好長嘅時間祈禱。咁我就同佢祈禱咧，佢就覺得有啲邪靈啊，佢感覺有啲嘢咧喺個手度走出嚟喎。咁咧，然後咧就即係佢覺得鬆咗好多。咁並且同時有幾個教友，咁有一個教友喺個聚會亦都有釋放。佢話咧，佢哋又會同佢祈禱嘅，求神保護佢，唔再俾邪靈攻擊。咁我為佢祈禱啦。咁就有人就話俾我聽，佢話你祈禱嗰時，我覺得有能力入嚟嘅。咁我好驚訝喎！我話原來神咁樂意將神嘅聖靈嘅能力賜俾我哋，咁咧之後咧真係好多好多好多神蹟奇事。有人試過喊咗成個幾鐘頭，咁我問佢咩事咧？過後佢話咧裏面啲憂傷啊走出嚟。有啲人咧又話我好知道我自己嘅罪，好深深嘅悔改。有啲人咧又話真係咧俾神嘅愛感動，係真係咧係多到不得了。亦都有即好多人咧，我就咁樣透過。為他們祝福祈禱，帶領他們信主，我真的看到我整個生命改變，其中一樣很大的改變，我隨時隨地，由早期經歷之後，我一想耶穌，我是感覺到神的能力立刻來到，神的喜樂又會來到，神的愛又會來到，
隨時咧，我一投入咧，我係會好感動。我真係覺得咧，係成個生命改變，我從神嘅關係好大改變，同埋好知罪，亦都咧係為人禱告咧，係真係咧喺無論喺香港，我而家神咧都使用我去不同嘅國家，一路陸續咁樣去嘅。咁咧就神一路開路，即係識一度，佢又同我介紹另一度，嗰度又帶介紹另一度，咁咧就去到好多不同嘅國家。咁我去到咧係訓練人侍奉為主嘅，提升人俾神使用。然後咧去訓練去侍奉，因為有一日我哋都見耶穌嘅面啦。咁我以前咧，我做牧師嘅時候，咁有啲人就講做牧師有策略㗎。咁我話咩策略啊？咁咪崇拜咯，帶你崇拜啦，查經班啦，傳福音啦。咁仲有咩策略啊？唔知喎，有咩策略諗唔到。但係而家我發覺係可以有策略，你哋嘅生命都可以有策略有目的㗎。就係點樣咧？我以前就係幫一啲人。但係好難幫佢哋靈命更新啊！但係咧，我後來我經歷聖靈之後，我發覺好即係快好多，幫助人靈命更新。當佢經歷到聖靈，佢哋就睇到哇，原來神咁真咁好，個心咧係好中意神啊！尋日喺個營會咧，係全體個個都經歷聖靈，感謝耶穌啊！個個都可以經歷。咁咧就當你知道神咁真咧，佢就會有動力同神有密切關係，並且佢知道每次祈禱。唔係祈咗禱唔知有啲咩神，即係神嘅工作嘅，佢係可以即時感受到神帶俾佢平安、輕省、神嘅感動、神嘅改變，係即時睇到神係好真，因為聖經係講到聖靈可以臨在我哋身上，聖靈將神嘅愛澆灌喺我哋心裏面，可以更新我哋噶嘛。咁亦都咧係訓練人侍奉喎。咁我起初就訓練我哋教堂嘅人啦，喺我哋教堂出咗幾個宣教士同埋傳道人啊，喺我。以前咧，之前聖靈充滿之前冇噶，但係之後咧就興起不同嘅傳道人侍奉嘅人員，即係直情係傳道人啊、牧師啊咁樣嘅。咁我就於是咧開始唔單止喺我哋地方啦，咁神為我開路，我去到不同嘅國家嘅時候訓練佢哋，都興起一啲人去侍奉嘅。咁甚至咧喺網上我擺好多影片喎 ，YouTube 咧你揾葉牧師，咁咧你會見到我好多影片，同埋 Facebook 都係嘅。咁有不同嘅人見到我嘅。咁喺加拿大咧，其實唔止加拿大嘅，不過因為有兩個人喺加拿大嚟，咁有個教會咧，個牧師咧又睇到我啲影片，佢又講俾啲教友聽喎。咁今日有兩位教佢哋嘅教友就特登嚟到，可以舉手，特登嚟到咧就係、是、呢幾日咧揾我去認識一下聖靈充滿點運作。個牧師咧亦都喺前幾日打電話俾我，去了解更多。即係其實咧，神係真係。俾我哋大家有更多機會，咁我發覺咧，即係話一步一步由幫個人，就幫教會，幫教會你都可以幫傳道人牧師喎，幫侍奉訓練嘅訓練侍奉嘅人，並且去到不同嘅國家。其實我係好想祝福人，我而家侍奉咧係義務嘅喎，我有訓練侍奉啦，亦都有教會嘅，但係咧我去到邊度？在我自己教會神的供應我都是義務，我去到列國也是義務，我很樂意在這裡義務幫助你們、譬如訓練一些人侍奉，甚至怎樣帶領你們進入遠宣，你就會發覺你的生命可以很大提升。個目的是什麼呢？你們過見到耶穌面的時候，耶穌說你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耶穌就稱讚你，你就說哇什麼那麼好、你都稱我做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、你想想啊，咁嘅時候咧，你哋得福，教會又得福，教會又增長，教會又成長，即係呢個咧係我嘅心願。我去到邊度都係一樣。我嘅心願就係當地人得福，當地人被改變。咁嘅時候咧，人得福，我又得福。嗱呢度首先咧就係話咧，原來咧聖靈充滿就唔係話跌低，雖然聖靈充滿有啲人會跌低，但係咧聖靈充滿最緊要就係同呢個慈愛、好愛我哋、有全能嘅神啊！佢乜嘢都得嘅，你需要乜嘢，耶穌就幫到你嘅。當然唔係貪心嘅嘢啦，而係合乎聖經嘅嘢，合乎神嘅心意，神可以有能力俾你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。呢個就係聖靈充滿。希望大家明白，就唔好誤解咗聖靈充滿只係一個經歷。咁而聖靈點樣提升靈命咧？呢個第一點啦，就係因為首先幫助靈命先嘅，唔係首先幫助你侍奉，因為靈命唔掂，侍奉都唔掂。第一咧就係喺靈命嗰方面嘅。聖靈叫人知罪係好好嘅禮物，點解呢？因為罪咧嗱，喺我哋眼中嗱，我想問下大家，
你有冇試過去大陸去嗰啲洗手間啊？啲鄉村嗰啲洗手間有冇去過啊？你有閉氣啊？想閉氣係咪？想閉氣，好快走翻出嚟，哇！同埋裡面好多烏蠅，嗰啲味道好難忍。我去到啲宣教啲地方，有啲都係咁噶，有啲地方都係咁噶。咁咧就喺神嘅眼中，罪就好似嗰啲咁大便一樣嘅啫。嗱，我哋好多人咧就唔係嘅，大便又怕啦，踢罪又唔怕。其實罪嘅破壞性比呢啲一切更加破壞，比癌症更加破壞。罪嘅破壞性係好大，因為罪係令到人同神隔開，因為神係所有恩典嘅來源啦。一齊宣告，神係所有恩典嘅來源。我同神疏远，就同神的恩典疏远啦。你想唔想同神的恩典疏远啊？唔想啊！其实我哋日日享受都系神的恩典啊。你中意食嘢啊？芒果中唔中意食啊？好香又弹口嘅系咪啊？荔枝中唔中意食啊？椒盐虾中唔中意食啊？嗱，好多样嘢神做好食嘅喎，好多样嘢都系好舒服噶。中唔中意微风啊？中唔中意海浪声啊？全部都是神做的，中間有眼可以看到這麼多東西，我們不是幽人，感謝神。神的恩典很多，但如果我們有罪的時候，就封閉和神封閉。當你走在神的路上，先求神的國和祂義，一切加給你。我感謝神，其實呢，大家之前見我都可能，即是我年齡上已經有個距離了，我現在呢，可能你很驚訝發現我是66歲，但是我不用戴老花眼鏡，有些人四十幾歲問，可以看到細節，是不用戴老花眼鏡，不用戴任何眼鏡，可以打網球，哇，可以跑得好過很多人，即是神給我很真的很大的恩典。我沒有時差，我去到非洲，我前兩天回來沒有時差，去到那裡又睡得那麼好，回來又睡得那麼好，真的呢，每一樣的祝福神又給我很多的教導，神都會給你的。神其實講所有恩典，即是說我有呢，你們都可以有的。而首先最重要就是說，一定我們要憎恨罪，處理罪的鎖匙是憎恨罪。你都憎恨那些那麼臭的洗手間那些味道，是不是？同樣我們學習憎恨罪，我們一起說，我們學習憎恨罪，不要活在罪中。但聖靈未到呢，其中一樣很重要更新我們生命的，約翰福音16:8，一起讀，他既來了，是要叫人為罪、為義、為審判，自己責備自己，就是說叫我們知道我們的罪。我們發覺一件事，信主之後，你真信主，發覺一件事很不同的。未信主之前呢，譬如以前讀書出貓成功很開心的，但如果信了主之後出貓，覺得很不舒服。真信主啊，信了主之後得罪人覺得不舒服，不原諒人覺得不舒服，心裡面會有不舒服的。這個就是聖靈很特別的工作，即我自己有很多這些經歷，真的神提我，譬如有些人我的心裡面覺得他又不愛主，又不給神去更新，又不聽話，心裡面有些不耐煩，神就提我，我都是即是神跟我說，你啊都是我很有耐性地幫你啊，那些人都是我耐性地幫他的，雖然他現在未成長，但是呢我們都對他們有耐性，所以神就提我對什麼人都有耐性。好了，另外呢，被神的愛吸引，神的愛呢真的很特別很特別的，即是呢原來呢聖靈來到呢就會叫我們被神的愛吸引。我自己呢，即在我經歷聖靈之後呢，我想到耶穌呢，我就想到他的愛，我一想就想到，即是我一祈禱，神啊，你好愛我，我心裡即刻被激勵的。我們一起讀一下雅各書4:5，你們想經常所說是同然的嗎？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是戀愛至於嫉妒嗎？哇，神戀愛我們，我們當中你有戀愛的經驗的，你記得你見到那個人你喜歡的，哇，一知道他來你很開心，你一望到他就立刻可能開頭很興奮，心拔拔跳，他跟你說的說話你立刻很開心，這個是戀愛的狀況。聖靈當他見到人很愛他，我用人的說話形容，聖靈都心拔拔跳，即是用人的說話形容，即是聖靈當然跟我們反應不同，當人的反應，如果有個人很愛你，
你會心白脈跳，聖靈都會好開心。耶穌會笑到見顏見顏，我喜歡用這些人的說話形容神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如果我們形容用其他方法你覺得很遙遠，我用人的方法就是神見到人都笑到見顏見顏。當你真心愛的時候，好開心好開心，神就是這樣，即是很有反應的，祂是很想吸引我們的，很想我們跟祂有密切關係。當你愛祂，祂知道的。其實我有很多 奇異的經歷，因為時間關係我就講一個先。我試過搭飛機轉去非洲的時候，在中間的時候，因為沒有看到鐘，即是沒有計好時間，就以為還有很久，就在那裡休息，怎麼知道飛機走了。飛機走了，我走過，我發現飛機走了，我走過跟那個人說，我說我想搭過飛機，他說走了，你沒辦法，你要再訂個飛機票，要改個時間的。咁我走去嗰、那個即係訂機票嗰個 counter 嗰度咧，嗰、那個櫃位嗰度咧，同嗰個人講啦。佢話你嗰個飛機咧係飛機票咧喺香港買，你要打翻去香港。咁啊，感謝主嗰度有 WiFi， 即刻可以打翻去香港啦。嗰、那個人就話好複雜㗎，你要咁樣轉時間，咁樣咧，你睇有冇辦法啦。咁我就問下嗰人有冇辦法，佢話冇辦法。即飛機走咗，你咩辦法？冇辦法㗎嘛。咁我就求神，神啊，你係凡事都能。你什麼都能夠，你一定能夠的。我祈禱，我就再問那人，我說麻煩你打多一次電話，我有沒有辦法解決？那他打電話，跟著眼睛碌到大一大，我說這樣也有的。他告訴我那個飛機回轉頭，我就問那人什麼事，即是後來又見到人，那人說那個飛機總是飛不起的，即係唔知點解口水飛唔起，咁佢走翻轉頭，所以咧我就可以唔使錢啦，就用上翻飛機。咁我太太坐呢度，我太太啊，佢就同我話：神真係好錫你，真係好錫你，好聽嗰啲咁嘅嘢嘅。即係我上到飛機起飛唔到嘅。咁我今次啱又去完肯亞翻嚟，咁咧又初頭預時間咧，以為轉飛機有時轉好耐噶嘛。有時三四個鐘頭、五個鐘頭，咁咧諗住咧就咁即刻跑過去，就冇諗到，因為嗰個上網咧佢又冇話俾我聽，冇警告我，50分鐘得啦咁啊，咁啊就轉飛機就50分鐘。點樣知我喺香港嘅時候一上飛機，嗰人話：你喺嗰度你要見過移民局，你要攞行李，因為入咗肯亞境啦，你要攞行李，你趕唔切㗎啦。咁我就祈禱阿神啊，求你開路。嗱，呢個又係趕唔切，50分鐘咁咪趕唔切啦，係咪？要過移民局，又要攞行李，再 check 件行李喎，咁咪神唔夠時間啦。咁咪神可以做乜嘢咧？嗱，我祈禱啦，神啊，你凡事都能，係咪不可能啊？你話不可能嘅係咪？好啦，咁我去到咯，去到之後點樣知個飛機仲慘喎？已經遲啦，佢仲耐啊！佢話我哋要等一個拖車嚟到拖呢個飛機埋去個閘口咁，唔知點解，總之佢哋要拖啦。等咗成超過半個鐘頭啊！超過半個鐘頭，咁啊更加冇時間啦。咁啊，砰砰聲做曬所有嘢，去到嗰度，咁啊同嗰度講就話，即係攞 check in 啲行李，我係應該飛嗰個飛機㗎咁。不過飛機咧喺個飛機個跑道等咗好耐，因為咧佢要等嗰個拖車。哦，咁啊唔緊要啦，咁我調你下一個飛機，唔使錢㗎啦，得㗎啦，你可以去㗎啦。咁咧就可以轉下飛機，唔使錢，即係神咧又同我解決呢個問題。即我真係覺得咧，你先求神嘅國同嘅義，呢一切加俾我哋，因為神好想人真係愛佢、睇重佢。你愛唔愛神啊？你想唔想神真係咧好神蹟性，或者係成一個生命咧？譬如我其中一樣嘢，已經有8次咧，有人咧係唔識我發夢見到我嘅，即係未見我之前啊，有啲咧係即日嘅，即日發夢跟住見到我，即係譬如我去到宣教。他會發了夢見到我，然後發夢見到我，還我會祈禱喎。他會經歷聖靈的喜樂和愛在夢中，然後那天就見到我。即是神當他見到人喜歡他，神是很有反應的。我一起跟家人都說，神見到你愛他，他真的很有反應的，他一定大大祝福你的，他一定大大祝福你。我想問大家，你聽完這樣，你會不會有些哇，我都想這樣做人喎，係咪？真係咧，你咁樣做人咧係好唔同嘅，因為神係戀愛我哋以至於嫉妒，佢好想我哋同佢有呢個密切嘅關係，同埋會變為新人啊！呢度撒母耳為
掃羅。嗱，呢個圖唔係㗎，即係個經文咧就撒母耳為掃羅安立佢做王之後，高立佢做王之後，同佢講一句説話，撒母耳記上十章六節。然後啲靈必大大一齊讀啊，有經文一齊讀嚇。然後啲靈必大大感動你，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説話，你要變為新人。真係我真係覺得嗱，我信主嘅時候變為新人，不過喺聖靈充滿嘅時候，嗰種改變係更加高度、更加深層、更加被神吸引。我真係咧，我講到神咧就興奮噶啦，我講到耶穌，我諗到耶穌就興奮。咁我都希望大家你諗到耶穌就興奮。並且咧，我哋可以經歷神嘅愛啊，唔係好遠嘅，神唔係好遠嘅，真係咧，我隨時想諗耶穌啲喜樂就湧出嚟，你都可以㗎，你想象係咁樣啊，真係好似喺地好地好似喺天上一樣嘅。羅馬書五章五節，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啊。我想問大家，如果有人愛你嘅時候，你會覺得有嘢湧入嚟㗎，有冇咁嘅現象㗎？你會興奮，哇！好興奮，好開心啊！但係會唔會有樣能力咁湧入嚟？會唔會噶？唔會噶，人愛你唔會，即係你當然嗰啲所謂電咧，即係唔係真係有啲電噶嘛？即係哇，見到佢好似有啲電咁樣，有電過喎，係個心靈嘅啫，係咪個心靈？但係神嘅愛係可以感受到嘅，神嘅平安能力係可以感受，我全部都感受到嘅。我哋尋日問啲人，佢哋都覺得好輕飄飄，好舒服嘅。除了之外咧，係可以經歷喜樂啦、愛啦，係神嘅能力啦、神嘅感動啦、神嘅信息都可以經歷到嘅。同埋咧，如果有喜樂嘅話，我哋一齊讀下加拉太書五章廿二節，聖靈所記的果子就是仁愛、喜樂、和平，真係咧可經歷到嘅神嘅祝福嘅，係非常好，即係好似喺地上咧，好似喺天上一樣。好啦，這先講嘅就係同神關係，而家講到就係提升侍奉。好多人就話：我淨係做嗱，試過有人同我講啊，阿牧師，我咧考試要合格，我想淨係合格六十分合格咧就上得天堂就得㗎啦，我唔想再做其他嘢。有咁嘅人都有喎，即係有時有啲基督徒咧就話：我想淨係得到基本上到天堂。其實呢個心態好唔好嘅？咁我咧就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，其實侍奉唔係一個選擇嚟嘅。我想話俾大家知，馬太廿五章係講到末日㗎，係咪？馬太廿五章係講到末日嘅經文，咁裏面咧有三個比喻喎。第二、第三係講到交帳，第二個比喻五千、二千、一千兩銀子交帳。嗰、那個埋藏喺地裏面嗰個人，耶穌點同佢講啊？佢係有乜嘢嘅牧人啊？又惡又懶嘅牧人，佢唔係上天堂啊？佢話趕去邊度啊？外面黑暗裏面，你睇下馬翻嚟睇馬太廿五章。係講到三個末日嘅比喻，第二個比喻係講到一千兩嘅埋藏地裏面，然後第三個比喻綿羊山羊，山羊咧有冇做在小子身上啊？冇做在小子身上喎，入去邊度咧？進入永刑啊！嗱，我哋唔係靠行為得救，你記實唔係靠行為得救，一齊講，我哋唔係靠行為得救，我哋信靠耶穌得救，係耶穌為我釘十字架，我信靠耶穌。所以得救，但係得救之後信心冇行為死嘅。咁咧，當第二、第三個比喻，佢埋藏喺地裏面，恩慈埋藏喺地裏面，或者冇做在小子嘅身上，就進入永刑。即係話佢信耶穌，佢只係頭腦上信，佢冇喺佢生活上改變嘅時候，呢、這個人係可以唔得救嘅，係可以好危險。咁你話十字架上嘅強度點啊？其實十字架上嘅強度，佢喺十字架上。他宣講耶穌，他說耶穌從來沒有犯過一件不好的事，他公開去求耶穌，耶穌說你德國降臨的時候求你紀念我，是吧？即是他公開去榮耀耶穌，也都呼求耶穌，所以他這個已經是他一個侍奉來的。那其實那你說那不是很難咯，一杯涼水難不難啊？耶穌說一杯涼水比一個小子難不難啊？不難喎，都不能不得什麼賞賜。所以你這樣想呢，啊！原來我翻嚟教堂招呼啲人關心，唔好淨係招呼嗨嗨咁啊，咁啊唔係祝福佢喎，關心佢，為佢祈禱，啊建立佢嘅生命，啊就探下佢難唔難啊？呢啲坐地難，因為咁難咧，坐地有冇試過坐地啊？你哋冇人喺元朗有啲可能會曾經或者見到屋企人坐地，坐地辛苦好多喎。
但你做在一個弟兄的身上，耶穌就很歡迎。其實難不難啊，侍奉神？其實不難喎，由最簡單開始不難嘅，亦都教會可以訓練嘅。咁嘅時候咧，神係好歡喜，並且佢會賞賜，並且會大大祝福你嘅。咁所以希望大家咧，即係真係咧睇到聖靈充滿係會提升我哋嘅靈命嘅，同埋侍奉嘅。首先個動力先，因為點解咧？你侍奉一定有動力。嗱，你見我咧真係好有動力喎，我好樂意去，好樂意去周圍去祝福。點解咧？因為我知道第一嗱幾個原因嘅。神咁錫我，我好想祝福人。第二，我嘅生命咁寶貴，我發揮出嚟亦都係祝福我自己嘅生命。第三，我見到人改變，我嘅心就歡喜。我見到人生命改變，我就歡喜，即係我裡面有動力啊。咁呢個動力一定由神嗰度嚟嘅。我哋一齊讀啊，《四堂傳》四章三十一節，禱告完了，聚會啲地方震動，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，放膽講論神的道，即係禱告之後。禱告之後會改變喎，你一路禱告，神啊，俾我呢個心，俾我呢個心去救人嘅靈魂，俾我心去建立人嘅靈命，神就會改變你嘅。你話神啊，改變我嘅心，改變我嘅生命，咁樣咧，我哋就成為合神心意嘅，就有動力嘅。好啦，同埋咧，侍奉嗱，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好多人喺呢個世代有冇發覺好多人食精神藥？有冇聽過啊？失眠藥有冇聽過啊？呢、这個世代好多人有憂傷、有失眠、有甚至咧係情緒病、有精神病。喺呢個經文咧講俾我哋聽咧，聖靈充滿可以幫我哋醫治呢啲人嘅。使徒行傳一章一節開始嚇，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，因為耶和華用高高我，叫我傳好信息給偏僻的人，差我醫好傷心的人，報告被掳的得釋放，被囚的出監牢。報告耶和華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賜華冠與石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塵，喜樂油代替悲哀，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。嗱，呢個其實舊約嘅大使命喎，主耶和華嘅靈喺我身上，神嘅靈喺我身上啦。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，舊約咧就用膏油，新約咧用聖靈膏抹我哋，叫我做咩？第一樣嘢，傳好信息俾謙卑人，傳福音咯喎。但係唔係停喺呢度喎？跟住做乜嘢？差我醫好傷心嘅，你話神啊，我唔係醫生，我點醫啊？你有神嘅同在就醫到嘅，好神奇嘅。你話要祈禱咧，尤其按手祈禱咧，嗱，你處理好生命，你先為按手祈禱。因為你如果你裏面憂傷有邪靈未處理咧，你就要揾阿 Ben 揾你哋嘅傳道人幫你處理好，咁啊受訓練，咁你可以為人祈禱。咁樣咧，你會睇到嗰啲憂傷嘅。我哋試過好多，尋日咧，我哋都有見證咧，有兩個見證咧，都幾憂傷下嘅。嗰兩個人都好憂傷，又講到佢點樣得安慰啊！原來咧，神就係有呢種醫治嘅能力，你為佢祈禱，神就醫好佢嘅。同埋被掳得釋放，你有冇聽過啲人咧打手機上癮啊？唔翻工、唔讀書、唔做嘢，喺屋企成日瞓覺，啊啲瞓覺咧到轉頭，日夜到轉頭嘅，呢啲係被捆綁喎，或者咧係被情緒捆綁，或者毒癮啊，或者飲酒啊，呢啲嘢捆綁咗之後咧。神可以釋放佢嘅，神可以將佢釋放出嚟。同埋下面啦，黃色字安慰一切悲哀嘅人，有啲好多人咧好憂傷啊，需要安慰啊。同埋喜樂油，你想唔想開心啊？我哋其實個個人在世上日子都係通常一百歲之內啦，係咪？你想一幾你嘅時間都係哎呀好慘喎，唔開心，又俾人激親，又俾人傷害。你想成日都係咁樣做人啊？嗱，好多人都係咁喎。其實我想問大家，你平日係啊，真係好感謝神啊！我係基督徒，我係神嘅兒女，啊神愛我真係好啦。你係咁樣啦，亦話哎呀又要照顧邊個？哎呀佢又唔聽話，佢又唔好，佢又對我唔好，佢又話佢又鬧我，佢又煩我。我想問你，你平日生活邊樣多啲啊？係開心多啲啊，亦話煩惱多啲咧？喜樂多啲。如果你真係真係開心多啲咧，非常好啊！但係好多人其實好多時閉翳、煩惱、匆忙、有壓力，咁咧，但係咧喺神嘅裏面，你真係可以咧。我喺度預備信息，阿你都有。Oh, yes, yes. 隨時咧可以一路做咩嘢咧，都係一路愛神啊！我喺度洗碗啊，咩我都係一路中意愛神啊，即係可以被神醫治嘅。啊，同埋咧，你唔好以為冇先知性喎。我自己其實很多神奇的經歷，有些人
我試過兩個人，他從來未認識我嘅，但佢一見到我話俾我聽，你而家受緊逼迫。當時我又喺傳統教會受緊逼迫，佢即刻知道。另外咧有兩個人啊，又係唔識我嘅喎。其中一個我以前係教友，佢啱啱呢個識我嘅，另外一個係唔識我嘅先知。喺個聚會，佢直話：你出嚟啦！咁即係好多人嘅，佢出嚟，佢跟住話俾我聽：你將來去全世界不同嘅國家。而當時咧，我有一個教友啊，佢係好有先知性。佢兩夫妻喺未見我嗰日咧，就發夢見到我嘅，即係其中兩個人就係呢兩個人。咁當時我要離開香港，因為咧我第一個太太佢已經悉尼歸主嘅，咁佢咧就唔適應到香港，我就要離開。我心其實好傷心嘅。咁呢個教友為我祈禱，佢講乜嘢咧？佢話：你間屋會喺四五月賣出，嗰陣時咧係2002年啊，嗰啲屋價係跌嘅。好，真係冇人問嘅，咁耐都冇人問喎。我一路即係話買依間屋，一路冇人問，村屋嚟嘅。然後到最後嗰、那個禮拜，五月最後個禮拜，佢話你四五月賣出，真係就五月賣出。最後個禮拜，嗰日一睇完即刻買咗。咁咧，另外咧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亦都話，佢話將來你會翻嚟香港，唔單止翻香港，你會去全世界。嗰陣時我真係覺得冇乜可能，但係咧真係發生。神真的為我開路，其實按照我經濟是沒可能的，但是神供應我需要，我感謝主。真的有知識，而有些人呢他們會祈禱，會感受到別人的需要、別人的痛苦、別人的疾病，同埋呢，但這件事使用一定要小心，你一定要告訴傳道人聽，告訴他聽我有這個這樣的恩賜，他一定要幫你處理生命，同埋你逐步逐步 去發現是否準確的。我們一起讀下使徒行傳2:17，神說：在末後的日子，我要將我的靈轎換凡我血氣的，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，你們的少年人要變異象，老年人要做異夢。啊，呢樣嘢真係神咧會會同我哋講上，呢個係神話。呢、这個經文喺邊度咧？喺五旬節聖靈充滿嘅時候，神話喺末後日子，我要將我嘅靈轎換凡有血氣嘅，你哋嘅仔女咧能夠講預言喎，少年人變異象喎，作異夢喎，好多人就覺得冇乜可能。但我想告訴大家知，真的咧係會有發生的。我想問大家，呢度中間有幾多個人你試過冇人話俾你聽，但你感受到某個人的事情同埋需要而是準確的，有幾多個舉手？有幾多個試過呢樣嘢？你唔使驚噶，唔使驚。你我唔知係咪成日準確的，有試過收過的。OK， 有一個有係嘛？仲有兩個。OK， 有可能是多過兩個嘅。咁咧。當你知道的時候，你留意一下，咁你話俾傳道人聽，同你配合了解，咁又慢慢咧去發掘點樣樣去使用啦。對於過去有咩幫助咧？就係、是、知識而言，佢會知道你過去受嘅傷害，你有啲咩痛苦，你現在面對咩痛苦，將來呢、這個就係先知性啦，即係話將來你會條路係點樣嘅。嗱，傳道都要靠傳福音，都係靠聖靈嘅能力同埋神嘅話語，兩個都要嘅。我哋一齊讀一下《羅馬書》15:18。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都不敢提，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，并圣灵的能力，使外邦人顺服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神藉着我做的那些事是什么事呢？他藉我言语和作为，我的说话和作为。那什么作为呢？就是神迹奇事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，叫外邦人会顺服主。所以呢，聖經是告訴你，傳福音不只是用說話的，亦都是聖靈的能力。那你說我沒有聖靈的能力，沒有神蹟的能力，我們沒有，不過神有。很驚訝的，我們昨天訓練的人互相按手祝福，跟著問有多少個經歷聖靈的，哇，差不多全部都舉手，即其實你受訓練你是可以得著聖靈的能力，不是難的，因為神想給人的。这個另一個經文就是講到，亦都是傳道靠聖靈的神的話語和聖靈的能力的。哥林多前書2:4，我說的話講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，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名證，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不是只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，你是用聖靈和大能的名證，是叫那些人信，不是在乎人的智慧，而是在乎神的大能、神的能力、聖靈的能力，是真的可以使用我們的。而且神蹟奇事可以幫助人，
傳福音同提升靈命，嗱呢個要詳細講嘅。有我有一個神俾我一個經歷聖靈暴露法，咁咧就呢個圖咧就係我自己本身喺宣教嘅時候祈禱嘅。呢個人咧係好痛苦嘅，佢點樣咧？初頭有第二個同佢祈禱時，佢嗌到哇咁樣好大聲喎。跟住我同佢祈禱，我求神咧釋放佢嘅靈，叫佢喜樂。佢真係充滿喜樂喎。佢你而家睇到佢係咪笑緊啊？佢梗係笑緊嘅喎。佢就初頭嗌，後來變咗笑啊。是很充滿神的喜樂的。這個經文我們先讀過的，我們一起讀下馬可福音16章17節，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，就是奉我的名趕鬼，說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害了什麼毒物也必得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20節，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，主和他們同工，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。阿門。這裡呢所講到呢就是說呢，信的人都有神蹟喎，係咪只有牧師有神蹟啊？係咪只有牧師有神蹟啊？唔係喎，係信嘅人啊！你係咪信嘅人啊？你可以有神蹟喎，你屋企人有病，你就可以話：我為你祈禱，我唔好覺得不可能啊！真係你祈禱會睇到神蹟噶。咁咧咩神蹟咧？聖經話明啦，真係，哎呀，對唔住啊！就是奉耶穌的名趕鬼，你說哇趕鬼我未試過喎，不過你趕鬼一定要處理生命，你有罪呢你不要跟人趕鬼，因為那些邪靈會攻擊回你的。你說那又怎樣，那你求主赦免，我真的靠主去勝過，沒有人是完全的，但你勝過的時候一有罪在腦子即刻心裡面即刻處理，神就喜悅你的。所以希望大家呢就不是我要夠完全才可以趕鬼，當你一有罪的意念即刻處理，你就可以去為趕邪靈嘅。不過你要學習嘅，因為其實你就算冇學習都做到，不過學習就簡單啲咁解嘅啫。咁你有咩神蹟咧？説新方言啦，真係聖靈會賜新嘅方言。手能拿蛇，喝咩動物都不受害咧？呢個應該係逼迫嘅時候，就唔係你自己走去試下睇下蛇寶攞條蛇睇有冇效果先。但係呢樣嘢好多人可以做喎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我想問，根據呢個經文，邊個可以按手啊？所有信的人都可以，你都可以見到神蹟的。同埋神蹟的目的是什麼？用神蹟隨著做什麼？證實所傳的道，它的目的是配合神的話語，證實所傳的道，讓你知道神的話語是真實的。這裡呢是講到經歷聖靈的時候可以經歷的事。第一，平安。很多人呢在祈禱時覺得很平安、很平靜、很舒服。你們敬拜祈禱都會有這些經歷的，不是只是按手才有的，不過按手的時候可以加強平安、輕鬆，覺得人好像重擔釋放了，耶穌說到勞苦擔重擔不得釋放，有愛、感動、心靈的醫治、趕鬼醫病、有喜樂、身體舒服。為什麼身體舒服呢？因為身體都是神造的，你會覺得一個人好像 happy pill 咁啊，好鬆好舒服咁啊，亦都有啲有病嘅人咧會舒服嘅。呢個係好多時經歷聖靈嘅人會有經歷嘅。醫治失眠啦，好多人失眠咧，真係你祈禱，你企喺度祈禱放鬆嘅人咧，你祈禱20分鐘愛慕神感謝神咧，你會發覺你會容易被聖靈充滿嘅，即係會容易瞓翻啦，同埋得著能力，真係咧神嘅靈可以臨在人身上，你為人祈禱咧，佢可以經歷到神嘅祝福、平安、輕神。你可以帶佢信耶穌嘅，咁呢個咧係神俾我嘅經歷聖靈暴露法。嗱，因為時間關係咧，就我哋就呢度簡略啲講啦。你可以領受教導，我有好多教導，好實際、好簡單。咁咧都係神，我祈禱嗰時神俾我噶，咁我就揾啲筆、張紙放喺隔離，我就寫低，然後咧就好多嘅講道啊，都喺祈禱嗰時領受嘅。咁咧同埋咧，神咧賜各樣嘅恩賜，真係咧各樣恩賜。就算彈琴，譬如我自己彈琴咧，我試過有一次我彈嘅時候咧，聖靈感動我，就好自由發揮，即係真係進步嘅可以，大家都可以，無論你做乜，你係神啊俾我力量，俾我聰明智慧，你可以進步嘅。大家睇下呢個圖啦，呢、這個就係安卡洛，就係佢為我按手祈禱嘅，經歷聖靈嘅。咁佢咧真係好有愛心，佢去好多地方咧，我睇住佢真係走入逐間房去為啲人祈禱噶。佢喺個聚會，佢唔會好快失蹤嘅。佢會，我試過一個廣場嘅聚會，我見到佢係咁行，係咁行，見到邊個佢為邊個祈禱，真係好有愛心嘅一個報道家嚟。呢個咧係 Catherine Coleman 已經過世啦，佢係亦都有講一樣嘢，佢話你哋唔好
令到我的聖靈憂傷，他好像聖靈是他那樣，因為他跟聖靈很有密切關係，你愛聖靈，你回應聖靈，你不要令到聖靈憂傷，他真的很著重那跟神的關係，就是他 很歡喜神的。這個是布永康在非洲的報道家，那些聚會真的可以很多很多人，真的神可以使用很多人，我們未必會去到這個位置，不過不要緊，神會使用大家在你的侍奉裡面會提升的。怎樣被聖靈充滿，我很簡單地說，第一我們一起讀上面的字，恨污罪，求主赦免靈罪，就是憎恨罪，罪是破壞我們生命的，所以不要煩惱，煩惱都是罪來的，嬲人啊，不饒恕啊，所有的污穢啊，這些我們都求主赦免。第二，深愛相信和應用聖經，喜歡聖經，因為聖經呢是一本寶書來的，是一本秘笈來的，裡面有神的應許的，你就捉實那些應許，你的人就有信心。其實我所有的，即是我為什麼我有信心向前，就是我知道神答應了，所以我放心去做。第三，一起讀一下，信心，相信神很愛我們和想充滿我們，他很想充滿我們的，他是想的，你只要你的心開放。第四，一起讀，長時間用心靈敬拜和愛慕神，心靈敬拜。有些人祈禱怎樣，是電郵式，神啊，我要錢，我要老婆，我要生仔，我要升職，就是我要什麼，我要什麼，這種呢只是要求的祈禱，是跟神的心呢，個心不開的。但我希望大家祈禱的時候，從個心底處喜歡神，很歡喜神，很感激神。這裡我講了三樣東西，一起讀一下，我們的魂包括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整個思想說神是最好的，跟從神最好的，還有整個意志我全心去跟從神，同埋有感情，你同你嘅家人啊，你屋企嘅貓狗啊，你間屋有冇感情啊？你會有感情嘅喎，係咪？但係同神好多人冇乜感情嘅。其實我哋諗翻神做嘅嘢，我哋諗每一樣都中意神。神啊，你點樣救我？你點樣感動我？你就中意神咧，你嘅心就會同神有感情。當你有同神有感情，你就能夠咁喎。嗱，你大家望我。神啊，多謝你，你真的好好啊，你真的好錫我，我真的全心愛你。這樣的時候呢，你就容易被聖靈充滿，即是經常都說，神啊，你真的好到不得了，我經常都喜歡神的，我希望大家感染到我些少過喜歡神的心。還有這個靈呢，就是凡在我裡面的，凡在我裡面都要稱頌他聖靈，整個人喜歡神。你看我即是怎樣，有時我叫人呼叫耶穌，耶穌，不要只說耶穌，耶穌在個心發出來，耶穌多謝你，感謝你，你真的好，我好歡喜你，我好渴慕你，從我心底處喜歡神，神就容易充滿你的心，渴慕祂，願感動神的靈加倍感動我們。還有聖靈充滿是為大使命的，所以你聖靈充滿不是為你醫治的，醫治是重要，不是為自己舒服的，而是大使命，還有按手祈禱和聖靈充滿主要是有幫助，敬拜是有幫助的，同埋處理生命，如果你日日都煩惱，係不可能被聖靈充滿嘅。咁求主幫助我哋。嗱，呢度我簡略咁講翻出嚟，咁呢度我唔講啦。咁咧，呢個恩典嘅禱告係咩咧？成日都宣告耶穌愛緊我，一齊跟我講耶穌愛緊我，耶穌祝福我，耶穌睇重我，耶穌提升我。嗱，呢個從神到我哋嘅。然後下一個禱告咧，就係我哋向神嘅，就係敬拜敬拜，多謝天父。感謝天父，我歡喜天父。啊，呢其實有其他嘅祈禱啊、代禱啊咁，不過呢度講到關係性嘅，亦都享受神俾我平安，真好啊！大家黑文埋一齊起身好唔好？耶穌你真好啊！先可以彈 G 調啊，彈 G 調 ，G 調嘅 chords。多謝天父，大家我心裏中意耶穌。耶穌，我們感謝你，我們歡喜你，我們渴想你，神啊，你咁錫我們，你做的食物我們都很喜歡吃，但我們不只是喜歡食物，我們喜歡神，喜歡創造萬物的神，喜歡很錫我們的神。Hallelujah. Oh, yes, oh.
耶稣，主耶稣，你祝福，耶稣你祝福。